饼店的朋友前来。不是啊，有没有吃到甜的？我刚刚不是要吃甜的，没有甜，没有味道。对，往加加甜一点。手抄，手抄啊。会有可爱的亲友，亲友来捧场。哎，今天有很多怕牛奶的，然后还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会来。那你还说那么多焦糖？口味的平衡上好像还差一点，少了一份。精致感，我觉得稍微要想一下，说不定结合绵绵冰、雪花冰。所以如果串冰的话，反而会有点。它反而会突兀，所以你。你现在大声骂他们吗？你没有吃过花生的串冰吧？好好讲哦。对，好险，我坏话讲完了。舌燥，所以我们先早点来准备哦，一定要的。我们在厨房就是每天必须要先来，真的。Thank you。先扫一扫。你现在在弄焦糖吗？所以待会今天还是会有焦糖，焦糖，然后花生要做吗？也可以。那我们就做花生、焦糖、巧克力吗？巧克力，还是要百香果？看你。如果我们要做百香果的话，奶盖是可以一起用的嘛？对，然后可以加一个粉圆，因为今天有粉圆。OK， 那我们百香果，那我做百香果好了。好，还是我们在做巧克力？你说四种哦？我跟你讲，第一个是我们的陀中康哥他就会说。你们会做不来的啦，啊、一定会。早安呢、啊？早安。哎，我们要先弄茶了。哎，我们来各做一个那个甘蔗清茶。我今天如果再抽到出去做午餐，我真的会晕倒。哎，不要这样讲哦，有时候就是真的会抽到。对了，我要跟你讲。这边有一台这个 iShape POS 机啊，现在呢我们在厨房里面再多安装一台，然后的设定呢弹性多台出单，就代表说外面只要外场点了，然后呢我们内场呢就会出我们内场要的单。哦，所以以后我们扩大应变很多，可以变更多台。对，是如果还可以再多加装，但是厉害的是哦。它外面如果出饮料的话，它外面直接设定帮我们按的话，可以分开，所以饮料单不会跑进来我们厨房里面。哇，超聪明！我们就是还是会有只有我们要的单这样。哦，好好用哦。所以你待会我们到时候这边出单的时候，它就会出来。好。然后我到时候会可能把它控制在这里，然后单还是要画。OK。OK。嗨，安哥。亏我还帮我配了个蓝眼镜，这样是吧？蓝眼镜不是重点，我觉得你的背心间好可爱，叽咕叽咕啊，小刚刚好可爱。讲的我害羞。哇，好适合穿背心的艺人，太可爱了啦！以后你的造型都要加一个背心。哎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任务卡，然后用听的也可以。有任务卡了。那我用听的。怎么有任务了？每一天都会有任务，每天都有，对，不能放松啊。嗨，伙伴们，第二天的试营运会有可爱的亲友来捧场，好好接待他们吧。亲友，别忘了抽出员工餐的伙伴。又要抽哦，哎，你们先帮我把我的拿起来啊。我们莎莎在厨房里面从早一直想说，千万不要抽到。抽了，让莎莎抽了，因为她昨天。莎，如果你抽到你的话，我进去帮忙。莎，你今天穿这样也好可爱。好，那你抽。我没有进主管的。莎，我抽掉。那另外绝对不可能是我。
这个发型是男的，是男生。好玩。这个发型。那今天有汤可以喝了啦！啊，妥中汤。不行，要太久了。你要赢的还是输的？最赢还是最输的？赢的啊！跟我说刚赢的啊！好不啦，对对对，公平公平，好吧？那个谁，你干嘛？装什么？出来！对啊，你是学什么 pose 机啊？啊，讲到什么不？讲什么不？哎。要出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走！你要去哪里？转身就走啊！对吼，赢的哦，对，帅气转身哎！怎么样？你先告诉我你要做什么，有需要帮忙？有啊，我那边要做汤圆，然后现在煮粉圆，然后待会要做花生酱，做百香果，然后做奶盖，然后做焦糖。不然我跟你讲，算了，我一个人去。中饭大家随便吃一吃就好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随便了，至少要好吃一点。但是还没有了，还没有要去了。我们现在对一下菜单哦。等一下，原本的花生圆圆冰，花生圆冰，然后还有那个焦糖奶盖。不是焦糖雪屋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，我们希望百香果叫什么？叫火山爆发吗？嗯。还有一个是巧克力 Oreo。那你们嘞？我们目前要先试的是甘蔗清茶，然后还有一个是热巧克力。Hello， 你们是要来帮忙的吗？这边是什么？可可树。对，就是你们吃的巧克力，它的原料。所以可可都要种在槟榔树下。其实是它适合的生长环境是需要有遮阴，比它高的树种去把它遮。那树很没办法遮阴哎。稍微。对，稍微，因为我们其实是用草生栽培的方式，我们尽量用。什么是草生栽培啊？就是无毒，我们不撒除草剂，没有农药，所以我们这边草会比较多一点。没问题的，我们跟草都很熟，我们已经从铲平地，然后到砍甘蔗，现在来采可可果。基本上，可可果都是分两种颜色，在台湾分两种颜色，一种是红色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是红色的果实。可可果长在梗上哦，好酷哦！所以可可果有咖啡色的跟色的不是绿色跟红色。那我们要摘是绿色还是红色的？我们要摘成熟的。对，成熟的是它会变黄色，它两个都会变成黄色，就表示成熟。我的第一颗可可果，对。跟镜头拍一张照片吧，不要，这太不行，这个我们是实境节目，不需要，没有人在拍我们，嘻嘻哈哈，没有，都没有镜头。这个节目已经让我就是已经变成了一个基本农妇了，果农就是都体验到了这样，基本上以后不怕失业。那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它剖开。台湾可可发展在屏东来说，已经大概19年到20年的历史。那么久。对。所以台湾可可的那个味道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，它有个特别的香。果酸跟果香。对，我们会特意保留在里面。那我们就是在地上，然后直接把它敲开之后，把里面的果实挖到这边。对，这样就开了。这个声音好脆啊，然后把它剥开。对，哇，长这样好像蒜头哦。然后一颗一颗拿弄下来嘛。对，那其实它这个果实你也可以吃吃看。这个吃？对，直接吃它的那个白色的果肉，其实吃起来像山竹。哦。对，但是你咬开里面会比较酸涩一点。对，还是我们一个人敲，一个人剥。我帮你敲。好。欢迎。我好喜欢做这种，你知道，加工的事情。我们这边有缺工，可以让你敲，因为我们其实
目前都还是以人力的方式去。哦，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用机器。对，目前还没有。那在台湾基本上都是用敲的。哎，我们弄这么多，只有这么一点点，没有成就感呢。所以它的其实那个重很多，但出来才一点点，很珍贵。所以巧克力很贵的原因就是这样，重量都是在可哦。它里面的量只有一点点。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是什么？倒进箱子里。那我们会每天去翻动它，所以你们可以体验一下，从这边把它咬到这边。哦，这有种发酵之后的那个酒香、酒的味道。对对对对。你们现在都是人工吗？对，这都是人工。这个本身是这样的吗？可是你用力过度了。你弄弯的，这个真的不是我的问题，你看。太重了，对，好 ，sorry，I'm sorry。好香哦！那这边的步骤的话，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去翻动它。接下来就是烘焙的步骤了，就会整个热气就跑出来了。剥开来里面是这样，就是你刚刚吃咬开里面那个酸酸苦苦的感觉。哎，有巧克力的味道了，嗯哎，真的哎，它吃起来就比较有巧克力的风味了。嗯，不好吃哎，嗯，好苦哦。对，100%的。这就是100%的巧克力，嗯，好酷哦！在共同朋友，你有人来两个，我没有朋友啊，阿本，对吧？难怪他今天一直怪怪的，他怎样怪怪的？没关系，他如果来就是付出哎，来赚通告钱。好了，那你这边要帮我要做汤圆，康哥，昨天晚上啊，我们那个晚餐吃下有留一些饭，还是你要把炒饭做掉？我们把昨天的饭吃一吃好了，就比较不会那个。那你帮我，你就买葱、香肠，葱、香肠、洋葱，洋葱什么？你要用热什么？洋葱香肠没有了，洋葱啊。去买吧，我知道。就加饭嘛，对对对。我走喽。拜拜，路上小心。完了，怎么了？里面粉粉的。不是粉粉的，是。冰掉哟，也会哦。好 Q 哦，是不是太硬？叮叮，好，叮叮，好硬哦。嗯，对。我问一下好不好？喂。哎，荣誉，那个急救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今天有多一个珍珠，然后煮起来泡冰水就会硬掉嘛。我们是用什么方法让它不硬？哥，你煮出来之后，我们要隔水冷却。对啊，那隔水冷却是用温水，把30-40度的温水隔水，你就煮起来放在旁边，好，要用的时候就卡进去就好了。总之就是不要直接下冰，下冰它就会变这样。哦。这样也蛮好玩，短暂的放风。
前期真的很好，希望今天有戏啊。今天是亲友来啊，我有朋友来，太怪了吧。限速70公里，照相三色 camera 不超速。哇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前方照相侦测限速60公里。什么吗？300加150加200300颗，平平的，嗯，哦，无聊无聊，很无聊。晓得我现在喝这一杯要到底要喝它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就是有差。哎，妥协了，茶跟甘蔗妥协了。来，有交到好朋友。我也想喝喝看。丰富容易。我先给我一口。惊天动地。哎，这个好喝哎。哈哈哈。可以香。可以香。什么香？茶香。茶香。茶香。这甜。茶可以香。可以。帅。哎，茶甘香。茶香这甜。虽然。我要先做私人的事情。老板的粑粑甜不甜？好吃，美浓的呢。好啊，美浓客家人种的呢。很棒吗？哎呀，我要买回台北哦。我看你很熟，很面熟嘞。那你帮我选一些吧，我要给我儿子吃的。你有没有大颗一点？大颗。这个现采的，那你就买多一点呐。5颗就够了，谢谢。多少钱？啊，200好了。好。好吃哦，你说的哦。对对对对，你放心，不能骗人，我要录影哦。哎，那这个哪里有什么好骗的？好，谢谢。好 ，Thank you。啊啊，我真是爽死了。其实我这两天来南部啊，我一直都很想买芭乐，我终于买到芭乐。我上次回去我没有买芭乐，我儿子还有点失望。接下来任务艰难，我要去找洋葱，我要找在地的洋葱。如果我跟你讲，我如果买进口洋葱回去，就被员工念死，还把我骂到死为止。哎，国爷，顺便等一下跟你讲。哎，等一下我们在做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啊，嗯，那个我们的粉圆会放在旁边。哎，然后粉圆会有两种不一样的硬度，然后代表火山爆发爆出来的那个熔岩。客人可以自由选。对，加 Q 的跟软的。所以要跟他讲。对，要跟他讲故事啊。不是，那你是装在另外旁边吗？对，小碟子。好香哦，最喜欢喝花生汤了。
那我们那个可以做热汤哎，对不对，浩哥？花生红豆汤。但是我们在南台湾。可是昨天也有客人许愿，改天想要热的、啊。这可以煮哈？可以可以可以，现在可以。我是说不会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不是玻璃，可以煮。对，你们这都。哦，你看，真的不行。还需要百香果。百香果。百香果。有请百香果，不是你。噔噔噔，我是奇异果。对啊，有请他再下去。有请奇异果。噔噔噔噔噔。你要拿百香果啦。他是真的要百香果吗？他真的要百香果啦。你要讲啊，我。反正我在这儿了，就讲。反正我在这儿，在这儿。靠子，你一大早就要喝那么多瓶哦？你这样子不行吗？扣钱哦！今天亲友来，应该都是冲着酒来。哦，好好好。哦，你的亲友？你也有啊？我有。我们的共同朋友，他上面写。我们有共同朋友。有啊，阿强啊，阿强，阿强，全部的人亲友都不知道是谁。等一下，他们好像有备注，我来看一下。哎，今天有人对花生过敏哎，牙齿敏感怕冰，他要喝热的。好。还有一个，哇，签的是不是都有奶？哎，今天有很多怕牛奶的，然后还有乳糖不耐症的人会来，真的？还有花生过敏的。那你为什么那么多焦糖？没关系，我们准备啤酒灌他们。那叫我做巧克力干嘛？哎，浩哥，你的朋友怕酸，然后攻读生的友人也怕酸，酸言酸语啦。不是，是柠檬酸。那你跟他讲话要注意一点哦。你说怕什么？他怕酸言酸语，怕酸民，好无聊，好无聊。恐怖哦！这个很奇怪哈、哦，平常就是没有要买洋葱的时候就满街洋葱，那现在想买洋葱了，居然要寻找。在地洋葱在哪里？啊，看到了，有没有正前方洋葱？老板，我来买洋葱。哦，年轻啊。嘿，你好。啊，你等下，我今晚买你五撮的。好，好，感谢你。OK。哦，谢谢啦！我带你种的。哦，你干种的哦。对啊。好，感谢你，谢谢哦，拜拜。这就是人情味了。哎，康哥是真的去太久了啦。11:30了。11:30了。哎，我们今天第一组客人2点就要来了。啥？2点。那我们几点要吃饭？要不要今天不要吃算了啦？不行。哎，不行，不行。其实浩子会生气哦。对对，拜托，你不知心可以，但是一定要放饭。还那么久哎。哈？现在几？现在才11:30啊。哇，好悠闲哦，现在。哈？你们看好开哦。帮我试试看我的巧克力牛奶，热饮热的，小心烫。巧克力牛奶是要试什么感觉呢？可以耶，好喝哎。就不要死甜的那种。可以，好喝。会不会有什么变化什么的？没有，巧克力牛奶很难有变化，因为它就是它的味道太强了。我可以再弄个奶泡上去给你喝看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飞来了，我飞来了 ，Yes， 我飞来了，我翻来了！哇，咖啡好喝吗？啊？咖啡好喝吗？我没有喝咖啡啊。你没有坐在外面咖啡厅悠闲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又买巴拉回去要给儿子吃哦？哎，好，我就知道。哎，我自己的钱。酒蒸拿蛤蜊汤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你煮蛤蜊汤，我帮你做那个。我们买一点腊肉，有一点像，可以炒饭。
哇，在地的洋葱就是香气十足。我刚刚想说，我如果没有买在地洋葱，我会被你杀死。康哥，不买在地的，买那进口的。哎，可是这个洋葱，为什么你可以买散买？它不是一包一包的吗？用对啊，用冰，有道理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六点。哎，店长他们有说几点开始？等一下第一批客人2点就来了。啊。然后你的友人，然后你的友人有乳糖不耐症，你知道是谁吗？他是谁啊？我没有跟朋友好到说会在乎他乳糖不耐症。浩哥，这是那个吗？压力锅。那有电吗？电线在里面，看看有没有。就是这个，就是那个啊。Hello， 真空保温调理机可以煮吗？高温啊！哎，名牌，对啊，圣摩斯。圣摩斯，谢谢，我的保温杯也是圣摩斯的。我现在是有一个问题，是花生达不到康哥要的那个软度。哎，你们好。哎，你好，你是大汉设计。哇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景观的。景观设计师吗？对对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要来用餐吗？我们是来做景观规划。请坐，请坐。是透过这个合伙人，对，介绍的。好，我们来就是帮你规划景观工程。所以，我们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到这里都有嘛？对，是的，全面性。OK， 所以从那边这样进来。对对对。OK， 它我们把它打造成一个比较热带的。Yes， 这是 tropical， 因为是海边嘛，对，所以有一种那个热带南洋风情。嗯，对。然后这样走进来，进入到这个整个屋子，对，屋子里面。那因为我们是希望它还是完全符合所谓生态大自然，所以我们用的是像在这个硬铺面，我们用的就是碎石子，下雨啊或什么那个水层就完全不会被阻碍到。那外围这边呢，有一个那个属于散座椅。哦，还有一个座位区。对，座位区，然后可以大家拿着饮料坐在外面。行。伞的话，我就建议是黄色。好，就黄色啊，再比较跳一点。那再来我们的植物搭配啊，我是建议说尽量是适合海边的海滨植物。就是风会吹啊什么的哈，比较不怕风的。南洋风就是有鸡蛋花。那鸡蛋花好。白水木。因为你们从那个角度拍过来的时候，你这边有很大的缺口，所以那边我会给一个大叶山楠。你在干什么，流浪汉？要东西吃，太好了，来了，好香哦！哦，这个好香哦，对啊，这什么腊肠？腊肉。Oh my god， 的香哦，又又，你早上没吃哦？哦，对，但我本来就没有吃早餐的习惯。哦，你，我平常也没有，但工作好像要就可以撑着。鬼鬼连晚餐都没吃哎，你？他昨天晚餐也没吃啊，对啊，早餐也没吃，晚餐也没吃，早上有吃啊，那再瘦下去怎么办？早上有吃，会不会瘦到字不见了？什么？很难写，在我脸上，谁瘦身字会不见？这个你是不是啊？这个啊，哎，我觉得这给你加分，幽默，有可以。你说哪天瘦到字不见？瘦到你的字不见。那你会不会瘦到那个头发都不见？不会，因为我有去那个什么？没关系，我们先不要聊这一趴。我没有想讲，你是不是自己想讲？那我有去。下一次做中餐时。屁啦！真的不要，求求老天爷。你们就是一直吃水饺，
水饺担当。对，我跟你讲，下次来我背一袋来，可是他只要你一输，我就把干面拿上来煮。好，可以，沙拉搞定了吗？好啦，点一下，我们要点一下，我等一下。点起来。花生汤圆有了，花生酱有了。雪屋巧克力，雪屋奶盖，奶盖有了，奶盖焦糖有了，有了。然后你的那个奶酪有看一下吗？有，但它刚还有点摇摇的，所以我不确定，我还要让它凝固一下。好。那边会不会撞进来？要不要再把它弄脏一点点就好？哎，你们外面的有要用这个吗？哎，给我，我要煮，那我就直接煮巧克力，就直接放进去，我就不用再一直热了。哦，这是保温。放进去一下下就好。可以吃饭了。吃饭，停下你手边的工作，吃饭。吃饭喽，拿了，刚刚吃饭。哎，我吗？对。吃饭。自己换就好了，哎，两个味道不一样。有两个味道不一样。哪一个味道比较重？没有，一个是鸭肠，一个是香肠。我要鸭肠跟香肠混在一起一半。哎，你自己挖就好了，可以。帮他挖了，他在忙啊。唐哥吃饭。谢你哦。尝。嗯，好吃。嗯，来吧，来吧。来到。耶。来到。好好吃哦。嗯，好饿。好吃，在赞美你。对啊，因为我已经考到 A 级厨师。真的？你考到 A 级厨师？不是，都是甲。我是甲乙丙，现在好 A 哦，你的，人家丙级乙级，丙级乙级啊，我 A 级，我是 A， 我是走 A B C 的。说谎。我走 A B C。我记得。呀，冰的那是小的。这个好好喝哦。今天没有小帮手。没有人来，我快点，快点。我一说等下2点开始有定位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等一下1:30就去。好早、哦。你们那边准备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我再插这个，把它煮起来就好。哎，元浩，这是什么？哦。这个是啊，外面只要点餐，然后呢，你把它 key 得很清楚。今天早上还有学到一个新功能，很酷哦。什么东西啊？然后呢 ，POS 机啊有一个新功能，它就可以自动的帮我们连线所有客人，然后把他们加入变成我们的会员。开发票给他的时候，出来的时候会留一张折扣码的 QR code， 他只要扫一下，他登录了会员资料就会来我们这个系统。这么神奇？菜单也会到他的手机上，所以我们的人就可以不用去帮他点餐。菜单的成本，对，所以就他每次他就上面看，对，他就在上面点，这边就会出现了，对，所以他看好我们就可以解决，轻松的，所以人力上面我们就能够减少。OK， 你不准用，你要用人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是攻读生，因为你有亲和力，所以你要。哎，我们这都是这么苦过来的，加油！嗨，营业中，嗨，要营业了，营业了。清茶、百香果沙瓦、巧克力金银岛、黑糖甘蔗欧蕾、Yes、Corona、Yes。哎，浩哥，你们这边是什么？花生圆圆冰。对，然后那个火山爆发是百香果的焦糖雪屋。焦糖雪屋。然后还有一个黑旋风。你们在说跟熊有关？熊熊黑旋风。小熊啊。小熊还是熊熊？小熊啊。小熊，小熊。
着调吧。你就写黄金比例就好了。你说你的身材哦，是哦，不是不是，是哦，在说自己的脸哦。那你知道怎么弄啊，阿布？哪这样吗？对。哎，阿布，冰可以卖250了吗？你的饮料要多少？120、160、180吧。120，全部120。150跟那个清茶120。清茶我们就说要80，给他们一个好的嘛。不行了啦，不要闹，没有那边正常了，不要再乱讲了啦。好啦，好，那就120啊，然后其他150啊。那冰多少？冰250。好，大家居然会为了价钱这件事情，我真的认真觉得太贵，这么有争议。今天 Corona 可不可以卖180？昨天卖150，今天卖180，可以吧？可是今天元浩他亲友要来，要不要卖250？哎，你们昨天不是有布朗尼吗？好像可以把它装在那个刨冰里面吗？好，拿来用，拿来用。卖冰真好，什么都可以加。我没有了。他怎么可以坐在外面那么久啊？太耐热了吧！我奖励他一下好了。又去拿啤酒，这样一直拿啤酒要没了啦！哎，这样子一直开啦，老公才没拿，我那个老公才没拿冰奶酪啦。我是要给那个不行老爷，不行，不是，他刚才聊小偷被抓，不行。吓的，我这边福利很不好。我们这样真的是预约制，好像有点太闲哦。你如果觉得太闲，我要去找客人哦。是不是这些？哎，请问你们是有预约的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预约。要看耗子表演吗？乱你们啊！谢谢。真的假的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沉地，这么的脚啊！站起来，走，站起来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看。他跟我串，他骗你的吧？哦，阿龙，该不会就是他们吧？啊，邻居，邻居，好灵啊！哦，欢迎，来，Hello，欢迎光临。来，请坐。谢谢你们这一阵子的照顾哦。因为一直来给你们惹麻烦，不好意思。不会。有人来了，谁？我来。嘿，谁呀？康哥。康哥好。康有人。你好。哇塞，谁对牛奶过敏？我他，那你对我是对有点花生啊。哦，好，那就上花生跟牛奶。不是，你们在试营运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因为试营运嘛，一切还在筹备当中，所以我看可还有没有这个机会。我是来应征的。你这么老，这么老找到工作吗？二度就业，中年转职。希望待遇比游艇好就好。听完了，希望可以应征成功。我是来应征的。先去让店长慢慢看人。好，店长是在这里，店长在这里。应征在哪边？店长啊，你是店长啊？抢回那个。啊，你是什么职务？他只是一个接待。那你那个应征，你有资格看？喂，这是我的履历。现实鬼。好，那我们先进去。家人朋友多，然后容易来关顾。对，然后待遇比又挺好就可以。节目停了哎。
等一下再说。好，我现在是现在的店长。你是现在的店长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对啊，他现在不是靠吃力就可以当店长了。哎，什么叫靠吃力？靠的是年纪。哎，是云云不能有哦，对对对。哎，鬼鬼，鬼鬼，上次你去参加婚礼，他叫你要跟他们道歉了。对，他叫我说道歉，然后对着你们他们所有的主持人说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哦，你对。然后你现在来投履历，他说你道歉，你道歉。这是我最近的作品集，然后希望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咚咚咚咚锵。有看到的人，有看到的人订阅一下啊。表演里面一段给我们看。哎，那都是很好笑，都需要有女生陪伴。那你们哪里有女生啊？啊，还有我们这边三个女生看不出来吗？啊，我们都是那种会秀身材的，会。你看你在秀啊？你今天裤子很多颗啊？哇！他今天穿透明的哎。不是，这边很酷哎，这边是从头从零开始，从零开始。OK， 好。那这个履历是要还给你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但你要拿着啊，你要你去评估嘛，你要评估一下。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没有，我希望他可以。他那边是有情绪，被骂，被骂。沙姐，你让沙姐生气了。不是不是，你从头到尾都是你在骂，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人被骂。沙姐在凶我，骂他，我骂沙姐，上骂他。不要骂客人啊！那谢谢谢谢，冷静冷静，我们来应征的啦，应征的啦。哎，他想，来来来，他想干掉你哎！哪里？我看一下，哎，不错，这不错，哎，不错，这不错。你表，喜欢喜欢嘛啊！他还把阳光普照演员写上去，对对对，对啊，这才是重点嘛，可以演嘛，对啊，做那些你又提出来吗？张庸来，我吓一跳啊！因为今天你们讲说我有友人，我对啊，因为其实我跟他感情很好，看他来说实在我有点小感动，因为毕竟这个地方还真的很远，我觉得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其实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攻读生啊，我现在觉得有点人不够，反正跟张立忠谈谈价钱，加便宜一点，跟他讲说他人生再出发嘛。先给各位解释啊，花生圆圆冰你们就不吃了嘛，因为所以你们这是一间冰店，饮料哦，没有，已经没有熟食了，熟食我们现在不想做，慢慢会发展，不想做，太热了哦。然后呢，这个小熊黑旋风，它是巧克力哦，啊，你可是你不对牛奶过敏，那可以跳过奶奶不加吗？还有乳糖不耐症，我知道。看身材你发现得出来。对。只要有没有什么冰是可以不要奶？哦。有啊，就不要加就好。好啊。百香果。好，不要加。哎。可是会很酸哦。要加糖水。加糖水。那个主厨推荐就是火山爆发，但是他帮你不加奶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好。那你的，你要不要喝点饮料？那我要百香果沙瓦。好。哎，冰我就点冰。那我是雪屋感觉不错，焦糖雪屋一个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一个火山爆发，火山爆发不要奶，然后百香果冰，百香果沙瓦，百香果沙瓦一个，然后可乐六箱不六瓶，六箱开嘞，酷哦，很明亮哎，可以哦，只有这样的评价，就很干净啊，对啊，不要应急，阿姨是你要拿伴手礼啊。伴手啊，有，他有带伴手礼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这个很棒哦，签妹手工可以挂在，可以挂在店里面，那是什么啊？还我，还我时段，还我时段。你是来开玩笑，帮哥道歉的吗？没有啦，就刚好失道歉，失业了嘛，就是这样嘛，不同的境遇。请问 cheap 贵的感觉啊？我要贵的，哎，我去那个这附近不是有个很灵验的宫吗？我有去求一个，帮你们顾一下我那个炉，就是我们这个。我来给你报。你到底为自己多少人？哎，不是不是，这个是幸运的象征。希望你们有 lucky 的感觉。你们节目停了，你还偷造句？我没有偷造，没有过过，就希望这个节目也可以 lucky。lucky 过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在我们节目是 lucky 的意思。希望在这个节目也是 lucky。那个，对，因为我刚刚 lucky 一个节目嘛。lucky， 没有 lucky 的意思啦。lucky 哦，只要是 lucky 的意思，营业顺利。lucky， 请问这位客人，你刚刚点了一手，然后你喝了两支，对不对？这是要冰起来带回去，还是请大家喝？请大家喝。谢谢。
谢谢。你也喜欢明知顾问，对不对？谢谢，谢谢。请大家喝这哦，店长，我们有客人请的。哎，怎么请柬都跑出来？你们现在位阶分得很清楚，都是要问过他。对，当然，真的。要不然他都会生气。自己人嘛，自己人可以打折啊，打折1650来，1650。有帮你打折？哦，有哎。我要喝多少给你？你又没有喝。我有摆下。我请客啦，我请客。欢迎大家，这个东东东强哦，多多支持哦。1650，好，好，好，一千七。其实我蛮心酸的，好吧？你剩下没多少。这个沙瓦是你的吗？还是我的？我的。这里，谢谢。要那个搅拌一下哦。他说百香对不对？百香的，百香不要加奶哦，然后想办法帮他加一些不是奶的。好。这个不是奶，我知道，但是店长蛋白做算了，没事，好吧。哎，其实我这次还有带一个这个来。就是有点像火山爆发出来的那个石头，所以我们应该淋上去火山灰，对不对？配着，没有，是石头可以配着一起吃这样子。他今天这个声音感觉昨天喝到很晚。哎，他说他是在吃冰结束醉的，因为他刚好晕哦，都还没退。对啊，喝到一早。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应该有酒精的那种冰酒，我们之后会有对不对？因为冰融得很快嘛，它一融起来，它就变下就不浪费。我是不是很适合这家店？那你说想干？你只能干掉莎莎跟耗子，你选一个。很好喝哎。我觉得莎莎吧。我觉得莎莎吧。莎姐，我要干掉你，因为他比较远。我要干掉你。立刻出现，立刻。那节目太多啦。你干嘛？好，我只是开玩笑。不好笑。好好好。好精髓。好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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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笑。他难得动真情，因为他终于找到一个可以骂，而且他讲话好像巫婆啊，我就这样讲哦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哎，讲话很像巫婆，我莎莎巫婆，他不是怎样，没有，他说你像巫婆，他说你像巫婆，他康哥这个是客人的，哎呀，那帮我拿给，好可怕，好可怕的职场。客人的，那个毒苹果是你的吗？哪里有？焦糖雪雪屋，哎，很像哎。他们可以帮我拍吗？哎，他们有底片哎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吗？你看得到？是老花还是什么？不是，我总会有见。不是，因为那个框框很小。过来吗？那个框框很小，那个框框真的很小。你看得到？他是不是在假拍啊？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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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啦。哎，所以研发都是你们从零开始。Yes。那你们大概提了多少种口味去？没有，我们是用采食材的方式去。对，然后我们要解锁食材。所以目前是你们吃到我们所有解锁的食材组合而成的东西。嗯。饮料也是。百香果比我想象中不酸很多哎。嗯。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蛋白霜配那个百香果，酸，然后那个是甜。而且它外面外面的景看刚刚好。真的。很像那个发光的钻石，这样一片，有没有？真的很漂亮。从你嘴巴讲说发光的钻石，哎，你刚刚什么？发光？你刚刚说发光，发光的钻石。难过，你冷静发光，你冷静发光，发光，你冷静发光，发光。哎，他是小天秀，我们一定要强调。你，他真的来了啦！谁？真的。你好透明哦，哎，你怎么太辣了吧？好扯哦，为什么你们会来啊？你不是退出演艺圈了？这里是槟榔摊吧？你来啦！耶！我刚才想的是你，好白痴哦！你不是转幕后吗？好烦哦 ！Hello，Hello。
你不是你，欢迎光临。你不是走步后了吗？对啊。对啊，哎，你还是一样帅嘞。为了营业中付出。我觉得这节目很诡异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前一天在聊的人就出现了。因为我们有聊到常理东，哎，今天早上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跟鬼的友人不会是阿本吧？然后我想说他又没有要付出，因为他付出要让我知道这样，结果就来了，就还蛮开心的，因为这么远，表示他真的是蛮支持，然后也来体验一下开店的感觉，然后给我们蛮多的力量。有闪过这念头是阿本。对，因为阿本算是近期就是跟我就是蛮密切的，因为他要听我诉说一些跟亚伦的事情，然后他会帮我分析啊，然后安慰我这样子，对我来讲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。对，哎，你们要可以跟他们就是张立东，你应该认识吗？因为我们等一下下一个。嗨，来你们并在一起坐好不好？因为张立东会讲笑话，你们就当做个朋友啦。好，对，因为我是未来的店员。哦，还没有录，你今天来应征的是不是？哦，你们这看起来好好吃哦，而且又好嗨，哎，有酒，再一首好了，来走，再。工作压力很大，可是你刚皮夹里没什么钱呢。来，立冬请客，来一手啤酒。好，来。立冬哥，谢谢。哇，立冬请客，立冬请客，谢谢。哎，有没有闲食啊？没有闲食，因为我们是冰果室。我们是为了红酒炖牛肉来。没有这个东西了，没有闲食。这间店不能闲，不能闲，因为你知道，一闲他们会生气。这很远，我们坐4个小时的车。史上最远的车程就是在车程。真的，哎，坐过来好久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会因为你讲笑话录取你哦。啊，那你今天多讲一点，那我可以笑几个。这是巧克力哦。对，巧克力的。那我要巧克力的。我花生圆圆冰。那你们要喝的吗？要。我要。我要甘蔗欧蕾。好，那我一个甘蔗清茶。今天好热闹。对啊。哎，今天不是有你的亲友？谁？你猜得到是谁吗？你说我的朋友？对，猜不出来啦。真的，这太难了。猜不出来。你猜不出来我的到底是谁？亲友哦，小米姐。是吗？会不会又是小米姐来？还是美人姐？会不会又是美人姐来？我紧张。哎，好嘞。好大彩哦！我觉得我要点清茶。好啊，甘蔗清茶喝喝看。清茶是这附近的。对，这附近的。好。那我黑糖甘蔗欧蕾。好。OK。好的。吃冰吗？吃冰。再换点一个冰，我们一起吃。好。我要花生圆圆冰。好。花生圆圆冰。好。这间店很可爱。很厉害哦，全部自己弄。我以为铁皮屋会很热，不是铁皮屋。我本来想象的是很那种，就是那种潮的屋顶啊，然后很夏威夷风那种感觉，不是这种。这是网美店，这还蛮美的。我的吧，对，小熊，对，小熊，哇，哎，看起来很厉害，哎，这感觉吃很饱。对啦，我就是想要有一个甜点，刚好点。很 Q 哎，哎，这个很 Q 哎，我要拍一个。小熊到齐吗？对，这感觉厉害。谢谢，这个是清茶，是清茶，这个茶也是附近的，啊，甘蔗也是附近的，我们用所有的原料几乎都是这附近小农啊，小农了，对，在地食材，哦嘞，哦，哎，这好漂亮哦，这个是那个花生圆圆冰，哦，这个也很可爱耶，它的马吉有造型，对，有爱心跟小花，小花生哦，对，康哥，万一吃一吃想要加什么？加冰。加冰，哎，要加钱吗？
不用了，你要嘉宾哦。嘉宾啊，因为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是一群。Yeah. 对啊，嘉宾来，我嘉宾我来。什么事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真的要嘉宾？没有，我只是问啊，一定会有客人会提出这种。我们很少有这种客人。而且你看我吃完，转过来，还是跟新完美的。没有什么好邀功的。哎、欸，挖这个冰是有技巧的。是。哦。那你刚吃的时候，演艺圈最会挖冰的是谁？白冰冰。错。范冰冰。阿杰啦。为什么？挖冰巴拉卡尼基，挖冰巴拉卡尼基，挖冰巴拉卡巴冰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冰巴拉卡？谢谢你哦！刚刚想到的，是不是是天才？好厉害！要录取了，你面试过了。哎，东东让我抢，赞赞赞赞赞！你要去跟隔壁宣传一下啦。OK， 哎、欸，是什么？我的频道，新的节目、啊，短影音，短影音。OK， 之后你们也可以来拍，好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哦。好好，会会会。圆圆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我们你很会做圆圆诶。没有，我只有塑形而已。你各种圆圆都没有，那这个我只有塑形。好好吃哦。你们刚从台中下来。对啊对啊。开车，好久没看到你了。感谢。你很会做圆圆。你们点好了吗？点好了，点好了。这点好，我来做，我来做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哎。刚刚是说好吃吗？是谁问的？他。哦，他啦。那个专业程度蛮多的。因为很大碗啊。南投都这一碗多少？大概100出吧。哦，哎、欸，南投都可以到。南投这么贵啊？南投不是60？有啦，可是我们这一碗250。250。但我们还有含 view。含 view。含 view。还有含什么？服务。什么服务？含营业税啊 ！Hello， 你开放票？有，含营业税哦。你随便又要讲了是不是？没有没有。你含什么我？好了好了，啊，你们也有纠纷了是不是？我们已经纠纷过了，我到现在还没跟他和好。啊？没有没有要。最近的事哦。对啊，刚刚就今天没有要和好了。今天吵架？没有，这两天。为什么？难怪你们看彼此眼神怪怪的。没有，我们连看都不看。看我们来的真是时候，真的是对啊。但我觉得开心，开心店的纠纷可能会比较少，因为我刚看这样桌数感觉刚刚好。如果真的很忙，好像也不会忙到吵架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在决定店里面的事情吵架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他现在是店长，客人还没来就先吵了。他知道他偏武则天了一点。哦，来了。昨天是你吗？屁咧！我是觉得还好，好不好？我听你在讲，我们就不回应。看可以多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好啊，不然就干脆现在来解决了。因为鬼鬼昨天跟我聊了一个小时，所以你们在你知道他们吵架？他怎么跟你讲的？他怎么讲？想听？我先讲早上好了，早上他说好啊，哎，我们是他无视我，我们不是吃瓜群众，吃冰群众，快快快，想听想说，我早安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要讲，让他讲，让他讲。不是，因为我是本人在讲。让他讲，哎，讲话举手好不好？好有礼貌，好有礼貌。好，阿本你讲。我觉得主要就是他们两个意见不合，这样啊，针对某一个品项这样。然后早上好像连打招呼营养人都不回。没有吧？我没有这么没礼貌。没有，我是这样早安，我就早安，然后你就这样。没看到我、啊？没有，还没醒、啊。有吗？我这样吗？真的有？真的假的啦？没有吧？我跟你就这么近？真的假的？没事的。你刚刚去哪里？啊？你刚去哪里？你从别的时空进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你是不是？你是？你好像都被……哎，他很喜欢装傻，然后走进来，然后都没他的事了。这样。不是阿本，他就这样跟你讲一个多小时哦。昨天晚上没有，那是昨天晚上。没事吧？但是不是为了产品好？对啊。对，我们两个也很常吵，为了歌好。他们两个常吵架，吵到不理对方。但是没有，他们歌没发几首啊。不是，是红的没几首。哎，红的也是有了，三首，三首啦。你昨天哭一个小时哦？没有哭。哎，谣言就是这样来的，变成哭一个小时。我没有哭。你知道昨天我们晚上叫他吃晚餐，他都不跟我们吃，好可怜哦。他说他们两个都没有吃饭，这样。我是睡着，我是就是不想这么气。好啦，和好啦，人家都来，和事佬都来了，所以就变成你们大家都在外面聊八卦，一个莎莎一个人在里面。没有，莎莎有装那个，他有装。什么？莎莎有装？不要穿嘛。你就是出来讲一下就要
了，没有换莎莎了，换莎莎。内场的攻击，喷水，内场的逆袭，莎莎。我想要吃百香果刨冰，你要吃？哎，我们家的奶酪嘞？没有啦，下次啊，下次一定给。哎，你的那个奶酪到底怎么了？就是冰箱不够冰啊，因为开封所以不行吗？不行。说里面的口感太少了，所以我们在里面增加一些东西，比如说有粉圆啊，本来还有奶酪，但是奶酪哈，就是你知道甜点就是科学，那个牌子不一样或什么东西不一样，或是冰箱开开关关，它没有办法好好在里面稳定，它就是没有办法凝固。然后浩哥就说，原来你也就这样而已嘛，想说什么时候都讲起来，想说好就没有讲，好就好知道了，下礼拜一定会有哦。请进，请进。没见你有欺负他吗？有，我没有，我不敢。他有，我们两个相依为命。对，我没有。三妈，他昨天晚上有灌他喝酒。你在讲什么？三妈，你先呢？哎，跟你真的啦。哎，一共喝酒。三妈。不是的，哎，我沙发的衣服是不是穿反了？那是 style， 那是时尚。我是说，我以为长辈会紧张。开两手，啊，两手，开了一个，开一个玩笑就要开两手。不是，我有个问题啊，我跟沙发从刚刚下火车到现在，我们都还没有吃饭，没有吃东西。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们没有东西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老板娘没看到。我帮你想办法。香肠，怎么会叫自己妈妈吃香肠？不是，我们今天谁要招待？不是，我们今天有剩香肠，我去检查一下，没有闲食啊。对，我们没有闲食。我去给你妈买一个什么？但长辈空腹，你都还没吃饭就喝酒。刚出门到现在呢，没有吃饭吗？啊，没有。沙发会武功哦。沙发会武功，恐怖！好的，谢谢。好笑！他自己我以后的 partner， 我一定笑的。我刚刚讲的笑话我都没有接，所以他就是要自己干叫，然后他会再重新整理之后再讲第二轮。那所以他很需要你，这就是你们吵架的原因。对，第一次就要捧场了。我没有要捧场。那我也没有跟你和好。没有。杨总也有。哎，长辈，这吵架怎么和处理？调解一下。来来，
吵什么？就是想法不合。为什么要这样吵呢？两个手勾手一下。哇！哎，好像有，没有没有很创新哎。不行，不行了。可以啦。可以做麻辣泡面。不用不用不用管它了，可以火龙果就可以了。不是啊，莎，火龙果不用，火龙果直接这样拉就开了。其实是我人生第一次接火龙果。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我有点傻眼，想说啊，怎么会来？有点意外，但他今天蛮乖的，没有太失控，所以还可以。因为他有失控，就是一来就一直。我就傻，怎么不先吃饭再来？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，我就想说怎么一来就喊饿，制造很多麻烦。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想翻白眼，但我不想被大家发现。我就说，那你忍耐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等一下下班再去吃。我就一直安抚他。那就一个花生圆圆、小熊、黑旋风、甘蔗清茶。淡薄贵呢，一碗两百五。哦，因为我们这个有开，不怕这种。对，因为单一间可以看风景这样。对 对, 對，因为跟您报告一下，海岸第一线嘛。不怕酸，他老长辈通常都什么都不怕，就怕花钱。对，就怕贵。今天你从这么遥远的地方来，这一段算我的。真的吗？对。哎，花钱点。没有，他是说你而已啊。我也从很远地方来。一起请客。他不是工读生，他薪水这么高。就一千块。一千块，我们再吃几碗。四碗这个也没有，他在这里费用不多，但是他私底下费用很多。哦，可以。那就一个花生圆圆，一个小熊黑旋风，一个甘蔗。那你要喝的吗？清茶好了。好，那就两个清茶。清茶好，那我等一下我跟他付钱。好，你现在过来跟我付钱。我觉得可以不要两个都清茶，一个欧蕾百香果。百香好了。百香沙。如果怕酸，我再跟你换。好，那我跟。好，我觉得应该要试一块。OK OK。清茶沙瓦。好。改成清茶跟沙瓦。真好。哎，来到这里就有人付钱。早知道就早就来了。必须的，跟你来才有这福利，好不好？好开心哦，看到永烈，然后看到沙妈，我看到沙妈就起鸡皮疙瘩。好像看到自己的妈妈，然后莎莎更不知所措啊！你怎么会来？他们来坐下之后，我想好好的调一杯，然后就先赶快把酒送给他，然后希望我的这个饮料呢可以抚慰他们这样舟车劳顿的心，然后忍不住很想就请他们喝，这样就一种亲友来帮忙应援的感觉，很爽。哎，那个客人，谢谢你，找你200。好，谢谢你，就找200。他1000块拿出来至少200，800其实还可以啦，因为这边风景区，你看那个景色这么好，而且刚好这边好像可以看到夕阳，对不对？你看前面哦，波光粼粼的感觉。你看夕阳应该还会倒影，你看有没有？做冰店是比之前餐厅轻松了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早上备料备超久了，要备茶，要备柠檬。还要备牛奶、巧克力，牛奶要备，要挤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要先煮。要挤。不要挑战他，不要挑战他，这边脾气不好。可是感觉是真的蛮忙的，因为要多蒸，因为要记很多比例跟那个顺序啊。请问我可以帮忙吗？真的假的？不下去。你知道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卖冰。卖冰吗？你的说你好可怜，你从年轻到老一直想着卖冰，你老了都还没有愿望，还没有实现。那刚好有一个忙要请你帮忙，哎，你可以帮我摇一下吗？哦，摇那个我不行，要你给这个年轻的摇不起来啊。这个火龙果是我今天去买洋葱的时候，当地的那个阿姨啊，她就直接送给我。哎 ，Ken 呢？在的哦，永烈哥。你的康哥，康哥，谢谢。哦，感谢。他去过精进。这个是有酒精的，就没有？没有。对，我们就只有果奶有酒，再搅拌一下更好。还有帮脚服。哇塞！哇，这个服务太贴心哦。哇，还帮打苍蝇！哇，天哪！必须打哦，必须打。哦，哎，花生圆冰，它的汤圆还有心形爱心，是莎莎煮的，真的。
为什么他在家都不会做这些东西，来这里会？我们一般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是出来赚钱的。在家没有钱，在家没有钱，家是宅。对，上班来。谢谢，慢慢用。它这个还有那个圣诞屋的那个，好像欧洲的森林小屋，然后下雪，里面会住的圣诞老公公。对，好，哎，它有好多小熊哦，好可爱哦。可以先拍照吗？哎，好。吃的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。没有吃干净哎。是没有，因为刚听你们聊那些八卦了，太起劲。哎，你吃完没？吃完了没？吃完了，吃完。吃完拿起，拿起。好，拿起来。拿着，跟我去实习来。哇！什么意思？来来来，放在这里啊，然后把它洗干净。啊，你不要硬着。要。啊，这是洗碗巾，你看我们这搞的。哎，它完全像洗。像不像洗发精？像洗发精或洗面乳。哎，来哦，进来了哦。知道我们水准了吧？哎，我们这个木板不能沾水。啊，这木板不能沾水。先拿起来，先拿起来。好，然后先对对对，先洗个手，先洗个手。通通都弄起来啊！哎，谢谢。好好好好。啊，还有这个罐子，等一下要洗干净。是，好。然后等一下那个外面垃圾要分类一下。对。对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那边有那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然后上面挤在上面，不是挤在这个上面呐。哦，因为我的好。哦，你的方法是这样的。对对，没事没事，一切照这个店走，不然走的是我。然后那个楼上，等一下有一个地方焊接。你是不是把你们一些没有做完的事情都交给你旧客人做了？终于可以吃饭。哎，你还没有。我大哥还没交代我事情，他交代完。这边我跟你交代完，这边这个你用完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不是，这个技能我已经获取了。没有，但还是要继续。哦，好，轮回的增进。公主生，麻烦一下啊。好。也不是，我现在只是。好。有有有，店长在看，店长在看。哎，来来来来。好，来来，我帮你拿，帮你拿。没有，你别帮我拿。我帮你开门。这种粗活。你是不是看起来自己很？带他可以，我没有。我帮你开门。我可以。应征就觉得说，我也是忐忑嘛，因为毕竟少了一个工作，然后来这边跟大哥要工作，好像也不是一个好的小弟。嗯。但是呢，想不到真的把我当客人，然后也有叫我去洗盘子、洗碗。我坐到中间，有一度怀疑是他们在骗我。很忙，他们本来想要叫我上去焊接。对，你说那个，他们真的把我当工人啊？对，前点我的明星光环已经没了，厕所还没盖好，对对对对，牵但是证明说他们其实有把我纳入考量，先让我，应该是说让我先知道他们的辛苦，看你能不能吃苦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们今天都没讲话？有啊，这些话有讲。他就是因为那一天在群组里，我只是反对他一件事，他就说不然店长给你当啊。没有，但我的口气其实不是这样。谁知道你口气是什么？但因为我们用文字，就是文字很容易误会啦。我的口气说那不然你当好了，我其实还好，我就这样。那我就说好啊，可以啊。但他可能他没有人回啊。不是，因为后来火山爆炸了。因为后来我有打给他，就啪啪啪啪啪啪。我一以为他是在讲气话，后来打给他，他说，然后他跟我讲话口气，我就知道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。可是他这文字选择上面本来就是很有问题。然后其他人就出来当和事佬，元浩还说啊笑一个吗？渣渣完全消失，假装没看到，他就赶快，他很怕人家吵架。你也没有出现啊？我有，好不好？我说怎么了？我完全不知道状况怎么会这样。木瓜啦，好了，木瓜，木瓜也可以。不是，你要选店里用不用得到？拔啦。拔啦！木瓜啦！木瓜！我可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选择？
只是单纯的觉得我们有了这个食材，那我们要不要做木瓜牛奶？如果真的来不及，那就不要做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但是因为他已经觉得我在顶撞他，我不相信他的专业，但是因为我们用文字上的沟通，所以引发了这些误会。然后木瓜这项产品为什么后来没有出现，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做不来那么多。第一，你看木瓜要放哪里，我们光是这几个品项的冷藏的位置就没有了，再来是牛奶的位置会被排挤。那牛奶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生菌素，就是你一旦生菌素或是大肠杆菌超标的时候，你只要一被检举，你的店就收掉。那也许我用的方法可能太直接，太觉得啊，你应该要懂这个，但是在群组上面就没有那么多空间可以表述这个心情，因为我们都是在工作跟工作之间去决定很多事情。我觉得鬼鬼就是他其实很真心讲，然后他如果有一个情绪上来，其实很快就过了，然后他在情绪上来讲的话都不是。针对某个人想讲什么话，建议鬼鬼是因为现在身为店长身份不一样，就可以在每一句话讲出来之前先冷静一下，然后想一下。那我觉得英亚伦的话，他真的很认真这样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认真就是他会认真到他觉得说旁边的人没有跟上他，其实很多是团队要一起完成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可以给伙伴们多一点空间，我就很期待这间店接下来会很棒的。比较喜欢哪一个？基本上我比较喜欢这个，它就是这个也很有特色，因为饼干是酥脆的。这个我也喜欢啊，但是我刚刚姜饼皮，姜饼皮对吧？人家那个女仆服务生都会吃皱，抹 A 抹 A 抹 A， 不乱比好吃，皱一下。你们这边有这种服务啦？皱啊，对，要吃皱。没有，我是因为人家 Q 你，哎，来。不是我的主意，是他很好吃，但是就少了一个味道，甜度好像有点不够，可能需要你吃的把它更甜一下。好，哎，这个吗？对，你可以，沙姐，你可以，你可以加个酱，帮我，我帮你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们一起喝，那你帮忙，好了，要给你力量的，那你坐起，怎么样？你教我们，我们一起帮你啊。买，举起。走了，要求什么？某一，要有爱的哦。什么？我们一起去。某一啊，元浩。五六，等一下，我叫元浩一起啊。好，哎，元浩。元浩。哎，浩哥，我们这样，我们去旁边练习。某一，啾啾。某一，啾。左手先。没关系啊，不好吃就算了，收手了。好，五六七八，有诚一点，我刚想刚练习，笑容，有需要满足客人这么多事情吗？对啊，因为他们是熟客，第一次来的，好，妈妈没办法，妈妈，对啊，认真笑容哦，五六七八，来，哦，这个就是看笑话事情。好好的一个冰店，弄得像庆功宴，哇，开心一分钟。欢迎收看《嗨营业中》，酷。它上面那层是什么？黑糖。哦。我就是这甘蔗牛奶喝起来就是有甜的牛奶，有甜的一点点香了，没有融合在一起，没有融合，就是甜，有一点蔗香，可是就是甜甜的牛奶。我觉得口味的。
平衡上好像还差一点这样。甘蔗、黑糖、欧蕾也是变成烤焦的黑糖跟甘蔗的甜，还有牛奶的奶味是三件事情这样。甘蔗清茶啊，哦，那个甜度刚刚好。嗯，我本来以为说是甘蔗加青草茶，原来不是，是甘蔗汁加清茶。清茶，对。不是青草茶，是清茶。那个冰其实蛮好吃的，对啊。我觉得有点太贵了。对对对，但有点太贵。贵可以讲吗？可以啊。刚看到价格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250蛮贵的。对。但是他端出来之后，然后又跟他们聊一下，就知道他们怎么做之后，其实我觉得250是合理的。对。他们的口味是比较新式的。嗯。那我觉得东西，这个东西可能配合传统串冰，它的口味上融合，可能我觉得稍微要想一下，说不定结合绵绵冰、雪花冰一半。嗯。我跟你讲，巧克力、花生、牛奶，你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会变绵绵冰吗？因为它的口味是真的比较浓厚的。嗯。所以它的质地上一定要比较绵密，嗯，才会是搭的。哦，所以如果串冰的话，反而会有点，它反而会突兀。所以你现在大声骂他们吗？你没有吃过花生的串冰吧？好好讲啊！哎，好险，我坏话讲完了。小五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相见。干嘛吃冰？可以啊，来啊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上面是冰，下面是喝的。冰糖雪屋，好，冰糖雪屋。哎，你们这个地方真的漂亮啊，有地方可以打卡吗？王美啊，王美在这边。对啊，我最爱拍照了。你听到没有？有没有什么王美强啊？哎，我要拍一下回去才有，说我有来过啊。本来这个还没有用的，其实这边其实还不错，以后这边都会有造景啊，所以美更好。真的吗？那你帮他拍一张，他在哪里？哪里就是王美点。你有红包是不是？糖糖糖，来，好，谢谢哦，一万两哎，祝你生意一万两，黄金万两，有点少，完全没有逻辑。嗯，你还要怎样？这样就够了，不要贪心，不要贪心，这样就够了。下次我带这么大的来，谢谢。好哟，哎，那所以那个 brownie， 到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做一下？就做一等块进去烤出来，然后切一小块小块。就不规则型这样。那你要像今天这种软软的，只要冰还是可以稍微松一点。然后女儿在里面。好哎，你妈说你有没有打卡墙啊？她想要打卡，她说她是王美。时下欧巴桑都是这样子。不是，她说，哎，你讲，你在办公室我讲哎，啊，你唔在想。我讲咩想，我讲讲咩王美强啊，你讲。她刚刚我跟你讲，她要摆一下，弄个身出来，半个小时坐在那个户外，那个夕阳等一下落到海里面，很漂亮，很漂亮哦。来来，借扶一下，借扶一下。哇塞！哇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！哇塞，那指着远方，哇哦，哇，自由女神呢？站这样站在海边，有点像妈祖，是不是？妈祖，来哦，你说那个吗？对呀、啊，要把他的丝巾给他才对啊。对呀、啊，打丝巾呀、啊，他去海边跑那个卡拉 OK 那种啊。哎、欸，你今天特别很透哎，夕阳这样子特别的。这个还好吧？很这个蛮辣的啊。这样你就觉得辣，这不是平常你耶？你不喜欢浴服吗？因为都来到车程了。人看的不是什么好挑的，有什么好挑的？对、啊，车程最辣、啊，差不多了啦，一定是的。OK， 你会讲话，差不多你猜了吧？啊，对，啊，对对对，哇，感人了，店长感人了，店长感人。哎，那我最后哎，对啊，你这样，我来了 ，Q 你，你要我 Q 你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还没有说？对啦，就是我这个啦，来啦，镜头，对啦，我们实境节目，你对我讲好了。好，就是我的新的 YT。对对对。咚咚咚咚锵，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来。好，现在你要走了，差不多啦。去哪里了？你该回去台北了吧？好了好了，那恭喜恭喜。对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就要为他特别介绍。啊，这个咚咚，是不是有点不太顺？咚咚隆咚锵，咚咚隆咚锵，是我目前在网络上见过最好笑的骗子。骗子。
不是很少讲骗子，你是骗子啊？不是，不是那个哦。然后麻烦大家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小叮当，小叮当，不是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小铃铛，开启小铃铛，这一定要。谢谢，谢谢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哥。那再看哥吧。你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带来，有带一些。有，昨天看你整理那个行李箱，锅碗瓢盆都出门了。你抱怨哪里嘛？原来你妈肚子饿就是因为你把锅碗瓢盆都带来，她没东西煮。乱说呀。她在家做这个给你吃过吗？嗯。对。哈哈。讲话讲会。没有没有。来，妹妹，你拿一个，我拿一个。好好。干妈，你起来啦，我来收就好。我做一个小工读生。你也要做工读生？对呀、啊。我水无头咯。哎、欸、妈，那你帮我擦一下这个桌子。好，谢谢。什么叫你妈擦？来来来，我擦一下。哎、欸，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打工啊？因为我今天没带钱，我只好打点工。好像从来没有。让我女儿这样子服务，有了有了，她的餐厅我有去是有了、嗯，可是那就跟她这种又感觉又不一样，因为她其实前阵子身体有一点点不好，所以我那时候看到她就说，她身体这样子，然后千里迢来，结果是有一点觉得很谢谢她，对，没有再讲我就要哭了，不要讲，我老妈看到我哭应该会很开心，因为就是怎么办？因为我妈很脆弱，所以我不能在她面前露出脆弱的样子，所以我就是很少在她面前哭。所以其实我很感动看到她来，就这样，嗯，对。好，我们也要和好了吗？没事啊，和好了。怎么啦？他可能不想和好，我就说和好了，和好就算了，小家子气。人家女生都说要和好，不和就是太熟才会这样啊，就是就会觉得，因为朋友一起工作，就会觉得说，我讲这个你有什么不懂？啊，我这么辛苦，你有什么不懂？哎，我觉得我当店长当得很无力，然后他说我是武则天。他其实就真的很认真，要把自己事情做到最好。是啊，但是也不能说我不认真，就是因为我。我觉得真的就是那一句，这样那一句话，就是稍微在大家很认真付出的时候，有一点过不去，这样。真的真的哇，慢慢来喽。现在蛮晚的。太紧了，我受不了了。一二三，啊！哎、欸，这太紧，等等，画面太慌，这太紧了，太紧了，爸爸说太紧了，怎么办？我受不了了，你受不了了，才出来这一点点，不是，子婷声音很奇怪。带破音，带破音，啊，我去洗杯啦，真的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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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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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两个太逊了哦！哇！哎！来来来，快来！杯子杯子，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嘿！你看你看。夕阳就在我们店正前方。哎，真的真的哇，这时候超适合那个什么泪光闪闪的音乐，嗯，有没有？啦啦啦啦啦啦。当你从山中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太远。我不再给你曾经。拍，来大笑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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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其实蛮开心的，因为今天是开店的第二次，然后也算是还在试营运，然后朋友来了，其实给的都会是最真实的回馈，然后还有他们也会是一群最包容我们的人。刚刚我跟莎莎在厨房里面有讨论，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些熟食，可能我们可以做一些烤厚片吐司，然后或是做一个简单的面，然后呢或是有一些比较我们能够快速呈现出来的东西。当然是比第一天好很多，就是也比较自然这样，但是就是还是会突然就是自己出了一些小小的错误这样。虽然有一点点小瑕疵，但并不是太大的问题，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调整。至于饮料的部分，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去找原料啊。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去法国的一些酒庄，然后去那边去拿一些红酒、白酒一些元素这样。然后南非那一边，开普敦那边也会去这样之类的。然后还有智利跟纽西兰南岛，去那个 Marlborough 那里，两去把那些酒带回来。连厕所都有了，营业中，好顺利，顺利，下好，我接了。喂，你好。先等一下，我先喝一口水。先等电话，你先等我一下。你是在跟电话对话吗？51通了，我没办法每个都接到。你好。哎，欢迎光临。新颖哦。你们是范小姐对不对？你们电话有打很多通吗？200多通。你打了200多通。100多通，你不要不是夸张哦，100多通，你们也100多通，哦，135通，他打200多通，我们给男友鼓掌好了，1、2、3，这个男友很棒哎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突然走离别，这个瞬间那么珍贵，求求你不要太迂回。我不在意你曾经吻过谁，也不在意你给惯的谎言，只要你能给我一秒都珍贵。就是和那一天一样的今天，你是笑得比天空更像晴天，怎么能有人笑得那么甜，好累哦，一直站着啊，我肚子很饿。以后我们可以准时6点放饭吗？为什么做吃的要这么累？我只有这个小小要求，准时放饭。钱爆了，就是自己要藏食物在身边啊。像我就有，我藏了一罐雪碧，然后还有我有带一罐洋芋片，就是自己要做好准备啊。我会给他一点
资讯啦，有啦，我到时候再跟他说。店长，点菜，一个焦糖雪屋，一个小熊黑旋风。焦糖雪屋，小熊黑旋风。Yes， 就这样。对，他们。哎，这位先生，让他休息一下。哦，好。酒醉了。不是饿了、欸，忙你们的。你们员工餐很辛苦哎，员工餐是泡芙，没有真的。这位工读生是没有办法饿肚子的。这边有这个啊，这是您的领客是不是？领客，领客。那我跟你交换这个，跟客人交换了。哎，我这里有这个，没有，没有，在哪的？不用担心，谢谢，大妈先生。好可怜哦，卖餐卖到躲在角落偷吃，是不是没空吃的？我们没有公餐，你们这个没有休息时间的，这么惨。老板们都带现金的，你去看我的包包。张总，你真的很不负责啊！你没有啊？这厨房用完就降。啊，你不是说我放在那边你负责？不是抹布。哦哦哦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先问一个吐司。你要不要告一下我？哎，不错。有人要吃吐司吗？不用了。